这么晚了，什么人啊？头儿，去看看。是。咱主人把自己送到人家家门口，进来没事吗？那个天气不太好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家里窗户好像没有关，要不……恁家都那样了，关不关窗户也没啥事嘛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绝不能让进屋卫的挟持得逞。 而且他们针对的是老徐，谅也不敢把我们大理寺的人怎么样。我也会尽力保你们周全，但若真的发生变故，一定放机灵点，见机行事，务必保全自己的性命。这么晚了。 是谁啊？北雁归巢去。 末将来的匆忙，仪容不整，还请见谅。这么晚还打扰将军休息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老夫本是有点急事去找徐尚书，但听说他……您说徐大人吗？他就在这间客房休息呢。但现在应该已经睡了，小信都有不便，你们也在他隔壁将就一晚吧。在这里不用客气，有事直接吩咐值班的金吾卫就可以。 末将明天一早还要巡街，就先失陪了。那可真是麻烦郎将军了。老徐，老徐，谁呀？是我，你没事吧？老卢，我现在是在做梦吧？还有心思做梦？ 你得赶紧走啊！等秋神季回来，你就完了。秋神季已经回来了，然后又被皇上叫走了。我俩聊过才知道，这里边有大问题。等明天我……喂喂，你别睡呀！喂，你这老东西，别睡呀！你醒醒啊！哎呀！
请将军下马。将军，兵刃不得入宫，还请将军见谅。从这个门进宫，也是圣上的旨意吗？不错，下官奉旨在此恭迎邱将军。但是很遗憾，将军可能不会再见到皇上了。金吾卫从即刻起，也不再由您统帅。将军现在唯一可去之地，只有我来某人的推事院。不出所料，果然是你这条只敢躲在背后兴风作浪，连条狗都不如的奴才。胡思乱七八糟的，真是，这帮人都跑哪儿去了？现在能做的，就只有等他们回来。堂堂推事院，不会就为邱某准备了这么一点阵仗吧？下官久闻将军神勇，当然不敢怠慢。今晚定是要将军来得，去不得。
圣上有旨，原左金吾卫大将军丘神迹已与叛匪李冲暗中勾结，借亳州平叛之机行反业之事，现削其一切职务，交于推事院彻查。至书如右，福道奉行。某爷，某爷，某爷，你给哪里啊？某爷，某爷，你怎么这么确定这破布是他的军服？还都砍了一道了。哎，这不是你去卖了吗？你咋会不认得呀？我看都没看，就让他给我拿了一条最贵的。如此说，那家伙太大。徐大人不但和丘神迹见了面，说我而且安然无恙。对，这人烧了，根本都今天早上一起吃过早饭，他就回家了。可皇上为什么在我离开之后就马上召见丘将军？那罗媳妇这不明摆着想私下袒护他吗？他若真的偏心，又何苦让你大费周章调查此案呢？都快吃不上了，还娶媳妇。所以当务之急是赶快回大理寺，趁现在人证物证还在，马上立案提起诉讼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那个，某爷，咱可不能都这回去。大家伙不是都琢磨着你死了吗？好久不见，大家好呀。王爷到家了。谁要是再敢让我钻箱子，看我不。头，立案册和诉状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嚯，一晚上写了这么多，辛苦了。你的事儿我也尽快找个时机跟大家说清楚。去年多名官员家中失窃，看来都是丘将军只是一枝花所为。啊，寿宴当天徐尚书路遇行刺，刺客头子是他的旧部阿虎，他自然也脱不了干系。在御前行凶的那个戏子又是一枝花，即便可以证明此事与他无关，作为船上的职守，丘神迹也难逃失察之罪。然后就是亳州，限制可考全城953户3020人，我去时只剩下数十，也不知道又有几个能等到朝廷的赈济。这丘神迹在外面打仗，手段激进残暴，也不止这一次了，不新鲜。可他为人周密得很，这次在亳州却如此冒险，大费周章，遮遮掩掩，难不成真的？去年琅琊王一案中确有犯人提到李冲和丘神迹有个秘密接触，但从我在亳州收集的信息来看，丘神迹虽然行为暴力，却没有任何谋反的迹象。阿虎呢？得从他嘴里再多榨出点东西来。朱大人，朗将军来了，说有急事要找您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毛爷，那个裘将军，你想咋判他呀？不是我想怎么判，不管是谁犯了法，都必须付出代价。就现有的这些罪行都坐实的话，丘将军至少要罚俸半年，官降3级。杖刑和徒刑如果用赎金代替，也是他一整年的收入了。再严重一些，他甚至会被直接贬为庶民。其实这样对朝廷，对他自己，也
都是好事。可傻人，嗯，不是应该偿命吗？还好徐尚书吉人天相，没让事情走到那一步。刚从通济渠里捞上来的，我们也不确定这些是不是一个人的。嗯嗯啊，这帽子阿虎。看痕迹是被野兽啃食的，和人差不多大的那种吧。人那么大，在城里？哼，啊，虎。虎？城里竟然有老虎吗？那金无畏必须马上严查才行。我就那么一猜，千万不要太在意啊。以朗将军的演技来看，他应该真的不知道阿虎被杀的事情，只是没想到阿虎这么快就死了。陈实，头儿仵作还在义庄吗？哦，他俩吃完饭都回家了。好，你们待在这儿，我趁天黑去看一眼尸体。那小少爷一推门，忽然发现躺在灵堂里早已死去多时的小媳妇儿不见了。相公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呀，那就且听下回分解喽。行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哎，有人要去茅房吗？冲的都辣眼睛。瓦解这个村子，不论死活。今晚动手。你们终于还是打算动手抢人了？希望一切不会太晚。他们都已经对你下手了，你还真有险？确认陈朵魅力，也许还来得及。而且这次我们也许是来找。冲
问茶管翔啊，这真是有啊。偷偷唱一首歌不是吧？咦，扒了一辈子工在梦里看不见毛爷，倒是能看见毛爷的领导啊。陈实你醒醒，这不是梦里，你快去找阿里巴巴，等我一起去见徐大人。你说了是啥呀？徐大人不是好好了吗？周你笨，你还真不聪明，快走，徐大人有危险。徐有才，老夫这么担心你，你居然还有心情睡觉。哎呀，都说了老夫好得很，不需要救我。好好好，全当老夫白操心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继续睡了。 Round one Fight。以后你是死是活，老夫一概不会过问。